今天来开场女人的战争。这位妹妹她叫 Tina， Tina 非常喜欢这款啤酒，她觉得自己很美又有男伴，立刻自拍终于上传，想跟姐妹们分享自己的美丽。旁边这位就称她 Emily， 她滑手机看到 Tina 的照片， Emily 露出不屑的表情，与姐妹们也拿起美美的玻璃酒瓶自拍上传。还有一位女生，就叫她 Ivy 吧。Ivy 看到楼上两人的照片，她嘖了一声，立即请旁边的帅哥帮她录影。只见 Ivy 打开那透凉的啤酒，充满气泡的酒液缓缓注入，那圆润光泽的小嘴靠近酒杯，还露出那 enjoy 的表情。上传时还不忘加上：“你以为这是香槟吗？”哦，这不是，这是百威金樽单一品种麦芽，完美搭配中式料理，更是美食打卡必备呀！再次宣布，胜利者就是 Ivy。Tina 离开餐厅后打了一个小酒嗝，突然发现那些斗争都不重要了，人生只要能好好痛快地喝上一杯啤酒就够了。看到这里忽然觉得 Tina 才是最高层次啊，百威金樽单一品种麦芽啤酒。